诸位在华严地藏菩萨本愿经以及无量寿经在世尊这么多的开示当中，我们在同一个时间都能够听到，都能够接触到，这个缘分是非常稀有的。闻法之后最难得的是细心体会，其如境界，我们就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。真实确定于自信相应，《地藏本愿经》虽然说的是四相，而且我们乍看也似乎是局限在六道，特别在南阎浮提，而实际上跟华严无量寿所讲的境界是无二无别，表法的意趣与华严没有两样，也是一事一无都是变虚空法界。经里面讲的阎罗王也不局限是我们这个地区的阎罗王，说一个名称就晓得净虚空变法界，凡是有六道的地方，凡是有地狱之处，就有阎罗王。也正是华严所讲的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我们能够用华严的眼光来观察，这个世界就大了，就能看得圆满，看得究竟，不至于局限在一部分里面。局限很难解决问题，不但不能解决问题，反而在制造争端。这一切经，如果用我们现实的话来说，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维护社会的安全，一切众生和睦共处，真正做到共存共荣，
我想，这也是一切众生内心里面的愿望，是大家共同的理想。能不能做到呢？佛给我们讲的话是肯定的。从哪里做起呢？从真诚心中做。一丝毫虚伪都没有。真诚的心决定是清净的。清净是不生烦恼啊。不染无明，这才清净。真正做到是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。坐是在四相上，做得很认真，做到尽善尽美。无坐是心地上，内心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内心清净，一尘不染，就是不住生死啊。四相上很认真很努力，做到尽善尽美，不住涅槃，这叫两边不住啊。这是真实法，凡夫落在有边，心地不清净，所以招来无量无边的烦恼业习。地藏经上讲的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也，这个罪就是业习。小乘人住在空这一边上，不肯认真努力在四相上去做，躲在无明这一边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真实的住就是两边不住。金刚经上讲得好，应无所住。无所住就是不住有也不住空。那不住空什么都做，这不住空。不住有呢，虽然什么都做，心里头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这是佛住。所以他对于九法界，对于一切世间有真实的贡献。这是我们的学处，应当要学习。学佛嘛，学佛从哪里学起？从这里学起。人生在世，我们说人，这是局限的，实在讲是一切众生。如果在这一生当中，不能够往生净土，也可以说这一生就是空过了，不能往生净土，决定是恶道的机缘多啊！来生到哪里去了？不必问人了，
自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世尊在一切大小乘经论里面给我们讲了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十善业道，五戒十善，这是基本的原则。五戒十善能够做到，做得很好，不涉人天，来生还能得人生，更殊胜的升天。如果五戒十善有毁犯，破戒造作十恶业，三途就有份了。三途里面是以地狱为主啊，《地藏经》是一部非常难得的开始，是世尊对我们宝贵的教训。我们自己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不知不觉当中造地狱的业因，自己完全不知道啊，不晓得这个事态的严重啊。过去造了，只要你现在一口气还在，都还有救。经常常讲，五逆十恶，佛菩萨都能救。那么这过去确实有事实证明了。怎么救法呢？念佛堂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必须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。念佛堂是我们得救的场所，念佛堂在今天是唯一能够得到的道场。帮助我们成佛的道场。我们明了之后，将来自己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如果有缘分，你要记住进念佛堂。缘熟的众生，就是他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可以在一起共修啊。共修的人数不拘多少，一定要如法，如理如法，没有不成就的。世间事是假的，是空的，要常作如是观，我们才能把习气辅助啊。一切时一切处，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
都知道这是梦幻泡影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没有一桩是真实的。啊，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善人也好，恶人也好，都是平等的。啊，永远保持自己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永恒不变。这是真心，真心的流露啊。行善的人要劝勉他，作恶的人要怜悯他。有缘一定尽心尽力帮助他，帮助他觉悟，帮助他回头，帮助他求生净土，啊，真正往生极乐世界，你这个帮助啊，就真正做到圆满了。啊，你帮助他不堕三途，不堕恶道，这个忙帮得小啊，不究竟的。啊，那个具体的帮助法，就是让他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。把经典里面的一些道理、方法、境界讲清楚、讲明白，这是对大众的帮助啊。讲明白之后，要劝导他断恶修善。求生净土，这个帮助是真实的帮助。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会于真实之力，念佛没有那个机缘，三个人、五个人，在家庭里面、小客厅里也能念的。只要真念，必有感应。啊，记住善导大师的话，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。真实心就能感动诸佛菩萨，真诚不是仅对佛菩萨，对一切众生、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唯一真诚，永恒不变。啊，诸佛菩萨用这个心，我们也用这个心。事出世间事，可以说无事不办呐。那世间人看到这不平等的，他做几十年，你做一天，怎么会平等啊？佛说平等的，什么个道理呢？
真诚心，真诚心是平等的，妄心不平等，真心是平等的，真心里面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一念也等虚空法界，念念也等虚空法界，所以一念跟念念是平等的。如果你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，那就不平等了。给诸位说，不平等修的是福德，平等修的是功德。这个道理不懂华严，他不明白啊。我在这个道场看到桌子脏了，把这个桌子擦干净，就做这一点点功德，也是平等的啊。我做的时候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，很细心的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，供养大众啊。所以大家要修修平等的福，修平等的功德，那个心里面怎么不欢喜呢？法喜充满。欢喜心是自信里面本具的，本来是欢喜，你现在不欢喜是你自己迷了。觉悟的人常生欢喜心啊，就皆大欢喜啊，这是性德的流露，性德的现象样子。所以我们在一起共同研究讨论这三部啊，都是佛经里面的精华，无上的宝典啊，都是属于上上乘法。我们要细心体会，要认真努力依教修行。真正肯做，效果是无比的殊胜的。正是所谓力感戒引，所得的殊胜利益，如今所讲的不可思议。这个不可思议不是形容，不是比喻，是真实话。为什么呢？念念称心，行行称心。当然一切受用啊，也无疑不称心。这样我们才真正懂得
方东美先生所讲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。能说得出这句话不容易，他要没有得到一点这个味道，这句话说不出来。我们听了他这句话，能够点头肯定也不容易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也尝到一点边缘了。如果没有尝到边缘，他说这句话，我们未必能够接受。这都是过来人的话了，他已经得到了。当然每个人得到前身不相同，光霞不相同，但都得到了。究竟圆满的得到是要往生极乐世界，这经上讲得很清楚。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也是圆满的得到。好，时间到了。